沫，飞台门嘛。听完会觉得心情很不好吗？我唱完心情也没有太好。多唱一点快歌好了。快歌为什么要看手？接下来这首歌它是今年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，然后把这首歌献给心中所有心中都还有爱的人。玫瑰少年，无数的叫醒。